小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糖糖亲子游戏。今天我们给小朋友们带来了乐迪小爱变形蛋，还有包警长小爱弹射玩具。先玩变形蛋吧。乐迪是一架红色飞机。乐迪真酷呀。乐迪现在是蛋形态。打开机身，开始变形咯。变出机翼、腿、合拢机身。打开机尾，变出舱门，变出手。舱门就是手变成的。当当，乐迪变成机器人了。小爱是一个女生，是一架粉色飞机。把小爱也变成机器人，变出螺旋桨、腿、机尾，变出来。变出手，打开舱门，特别简单。小爱真可爱呀，它的螺旋桨可以转动。玩玩包警长弹射玩具。玩具打开啦，里面装着包警长。把包警长装进去，盖上盖子，打开盖子，把包警长装好。准备发射了，一、二、三，发射。哦，下面有开关呢，按一下，发射出去啦。再装进去，盖上盖子，打开盖子，开动开关，发射。看看可不可以打到小爱或者是乐迪呢？发射，没有打到，只是被弹出去了。打开盖子，玩玩小爱弹射玩具。把小爱装进去，发射。开关，
再来一次，发誓。好，用这个弹射玩具打小爱机器人吧。发射，打到了。发射，又打到了。把小爱装进去吧。小朋友们，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啦，我们每天有更新，记得订阅我哦，拜拜。